主席，这个财政部李部长，还有国防部的林次长、教育部林次长，我们与会各列席的官员，还有各委员同仁，是不是请那个李部长？部长请。林委员早。部长早。是。部长，我想联合报哈报道央行啊，这个公开点名两大外商银行哦，在集中特定时间大量的抛汇，那造成市场失序及恐慌啊哦，那金融界人士证实，这是索罗斯啊透过外商银行炒汇炒股哦，那对新台币来发动攻击。那请问这两家外商银行为什么敢这么大胆来协助这些秃鹰呢？我想这一点跟委员报告，因为有外汇管理的业务啊，是在中央银行。我想各位也看到，中央银行都能够适时的采行必要的措施哈。因为这个业务不在我这一边的时候，我就不好做评论。是。那个部长。是。我想外商银行从事索罗斯那，从索罗斯那边得到，到底啊，他是得到哪些好处？不然他怎么敢这么样做，这么大胆来协助秃鹰来，这个来做这些炒汇炒股？我想外汇的管理，当然每个人他的这个目的不一样，会采取他认为最好的措施嘛。但是对于基于我们国家外汇的这个管理，我们中央银行过去一段时间都做得非常的这个正确，我想我们对他都很有信心。哎，那个部长，是，我想这些外商银行哦，因为央行三令五申啊，但是这些外商银行是视而不见，哦，那请问您认为？是不是现行的法令有不足的地方？我想基本上应该法令的部分应该都完备，只是完全是执行的情形，执行的这个力道。我想这次央行能够对这样就做一个处理，我想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措施。哎，还是是不是我们那个主管机关计穷啊，才会让外商银行敢这么样铤而走险？哦。这个来炒汇炒股，来协助这些秃鹰，应该不至于。假如说计权的话，就不会去查他了。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子一些措施跟这个工具嘛，央行随时都可以做出，啊。那你知不知道这两家外商银行到底是哪两家？因为我看报纸上面有写花旗，另外一家是哪一家？汇丰是不是？这个我就没有特别注意。你不知道？哎，是。那个部长，是，我想您身为央行的常务理事嘛，是不是？是。哦。那请问您认为央行有办法来对付索罗斯这个股汇双炒的这个手段，来稳定让新台币这个整个汇率能够全身而退？你认为有没有办法？我想基本上我们对中央行都很有信心啊。过去一段时间央行的一些措施，甚至我们金管会的一些措施，乃至我们财政部相关配套的措施，我想大致还运作的还都很顺利嘛。所以适时的采行必要的措施。哎，那个部长，是财政部有没有办法来协助央行？有，事实上我也跟委员报告过，就是说我们政府是一体的，那我们分别从我们的执掌范围，就我们权责范围的部分做一些措施。举个例子来讲，外汇进入国内换成台币，在台币的部分取得一些利得，取得一些利息，我们就救援扣缴啊。哦，这个目前我们所得税啊都有规定。那我们对这些机构投资者或是外人外汇换成台币之后在国内产生的孳息，那我们一定的适时的做必要的查核。这样哈，哦，是。那个部长，是，我想汇银主管哈，哦，表示年底厂商结账后，哦，这个压抑收盘价的这个因素啊就会消失哦。那新台币年后啊，恐怕会爆冲哦。那央行和炒汇客的大战啊，我想会更激烈哦。那请问您认为央行年后是不是一定会放手？哦，这个牵涉整个外汇管理的部分，我不宜替央行来做说明哈，哦。但是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我们央行对这一类的业务的处理都很顺利，都很这个符合大家的期待。哎，那个部长，是，我想如果放手的话哈，哦，那国内企业是不是因为会计账面上哦会面临严重的汇损而认列这样的一个局面？是，这个当然会牵涉到账务的损益的问题嘛，像外汇涨涨跌跌进进出出，那当事人一定会对他做最有利的一个安排。那央行基本上我的各位都了解，他基于外汇管理外汇安定的前提之下，他会采行必要的一些措施。那个部长，是，我想我再请教你另外一个问题，哦，是有关于这个空总这块土地现在已经被冠上，哦，贵气的象征哦。
那财政部目前打算要怎么处理？我想这点跟委员跟大家来报告哈，国有土地是大家的财产，那就政府尤其是主管的单位，因为目前所有权而是管理权是在国防部，所有权是中华民国。那就财政部的立场跟执掌来讲，我们一定会协调相关单位哈，做最好的一个安排跟使用哦。所以各界现在所提出一些意见呢，基本上都只是他们各单方面的一些看法跟意见而已，还没有形成正确的政策，都还没有的哦。那不管怎么讲，如果有土地的使用开发，一定要经过一个整体的考虑，从都市计划的角度、经济发展的角度以及政府各种政策的角度做一个综合性的考虑。部长，是您认为是卖给民间比较好，还是留用国有机关这个使用比较好？因为基本上从国有土地这个持有的角度来讲，应该是保持国有为好，保持国有最好。因为土地出售了就再买回来就很麻烦了。那我要请教你哈，那个部长，是我想媒体报道这个司法院长赖浩铭主张在空总这块土地啊，就是小地堡的这块土地哈，来建筑司法园区，而昨天张次长说空总这块土地如何处理啊？只要对国家有利，哈、哦，这个没有什么不好。那您认为空总这块土地到底是盖社会住宅好，哦，还是这个对盖社会住宅对国家有利，还是你认为说这个做司法园区比较好？这就是我刚刚所讲的。今天我们司法院赖院长，大概也只是一个初步的构想，就我看报纸的一个报道，也是初步的一个构想了哈，但还没有完成成定案的一件事情，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国有土地的使用，我刚才就报告了，我们政府一定会从一个整体的考虑，怎么用对大家最好，对国家最好，对政策最好。哦，所以目前这块土地的使用，目前都还没有定案，还没有定案，都没有。那你有没有更有利？认为说